正法道场的护法升天，能超过忉利天吗？一般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呢？要超过忉利天，需要自己修行的功夫。自己修行，功夫不到位呀，没办法超越忉利天。忉利天是全凭福报，往上去呢，就要有一点定功了。这个定功叫未到定。好比他修定，我们说，譬如说吧，像学校考试一样，60分钟算及格，他不及格，他只有20分。20分呢升夜摩天。30分呢升斗率天。40分呢逐渐的是升这个化落天。到60分的时候那就到了初禅了，就不再欲界了。那禅定功夫成就了。所以这叫未到定。未到定，功夫越高就越往上提升。所以欲界上面有4层天，都是未到定。